凶相，浑身都是发达的肌肉。美国恶霸犬长得就像是卡通片里的反派角色，但其实是种温柔的伴侣犬，在大陆成为最受欢迎的宠物犬之一。你们看来可能是宠物是内心很温柔，它情商很高，你想跟它玩它就跟你玩，你不想跟它玩它就不闹，不像其他那些狗很闹会咬人。是啊，杭州的 Stage 潮流文化展特别安排恶霸犬专区，其中这两只冠军种狗被誉为狗界爱马仕。美国的运输方式过来的话，算上保险将近150万人民币。三岁的 Chino 重19公斤，身价高达150万人民币，约台币679万。而另外一只 Triumph 同样是三岁，体格壮达27.5公斤，价格往上涨，来到348万人民币，超过台币1600万。原先是10万，但他现在不对外减肥了。对，搭配他的母狗有严格控制他的体重，然后就是控制他的数量，相当于把它限量版。曾在美国拿下最佳公狗等16个冠军 ，Triumph 光是配种一次就要价超过台币45万元，昂贵身价也让美国恶霸犬在大陆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之一。记者唐玉纯报道。